卡索爱的人真的不是我？难道这一切都只是梦？我以后的梦境再也不要有你。冰王卡索把这一夜笛放在了他弟弟樱空市的身上，他弟弟失踪了，这个笛子也就不见了。那他这个笛子是卡索和他弟弟之间的信？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幻城在中视。